谢谢，不要占用大家时间，大家看热情的表演。谢谢校长，谢谢陈会长，还有各位里长，在座所有的嘉宾，因为有你们，今年第二届办得更快乐，而且更盛大。那希望以后每年都有同样的活动，那继续延续下去。但重点是需要大家继续支持这样的活动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今天的表演活动圆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黄议员，然后我还是。 不免俗的，我要请我们的游区长为我们讲几句勉励的话，因为区长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学校任何一项活动，请区长帮我们讲几句。好，谢谢校长，还有在座所有的贵宾，好，我想这个第二届的这个国际日的这个活动办得更加的盛大，今天可以看到那个人山人海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相信之后会继续的办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区长。 让我们欢迎刘丽丽舞蹈团杨。